大家好，周末去踢了一下球，晚上回来又熬夜看了李景亮的比赛，所以更新就迟了一点。哎，人要服老啊，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能熬夜了。就像我在社区发帖谨慎的看好穆斯里木一样，感觉穆斯里木只是比李景亮大四岁，体能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，这就是我自己的失误了。用普通人的身体去衡量职业运动员，当时我看好穆斯里木，主要是在两个重要的数据上。 穆斯里木都是远远领先李景亮的，一个是防守成功率比李景亮差不多高了十个百分点，防暴摔的成功率穆斯里木比李景亮高了二十二个百分点。而在站立的技术上，穆斯里木是强于李景亮的，但是在地面技术上，李景亮又是强于穆斯里木的。所以在赛前啊，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在穆斯里木如此高的防暴摔成功率的情况下，李景亮想把比赛拖入地面是很困难的。 所以我谨慎地看好了穆斯里木，可惜啊，还是太相信穆斯里木的体力了。其实这场比赛打得还是挺不错的，从赛前双方分别行抱拳礼开始，就带着浓浓的散打风。那一瞬间，甚至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看散打王的记忆。比赛一开始，果然双方都是以站立为主，双方打得都比较谨慎，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试探对方，节奏不是很快。比赛开始二十五秒之后，穆斯里木一记转身后摆腿。 直击李景亮的头部，但是被李景亮成功的防守住了。这里由于版权的原因，我不能放视频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赛的录像。看了之后就知道为什么当初穆斯里木被称为散打沙皇。这个转身后摆腿是相当的迅速，没有一点破绽。李景亮防守的也相当漂亮。在随后的比赛中，穆斯里木也频频使出他的这招绝招转身后摆腿，但是李景亮都很好的防守住了，还频频以低扫进行还击。 而穆斯里木发现李景亮频频的用低扫，就直接使用了抱腿摔，而且是直接把李景亮举起来摔到了地上。对比一下李景亮输给齐马耶夫的那场，虽然都是被摔到了地上，但是可以看出来摔法完全不同。穆斯里木是典型的散打的接腿摔，穆斯里木摔倒李景亮之后，比赛就进入了地面。如果是骑马耶夫，这个时候比赛就即将结束了。但是李景亮的地面防守能力，也只是面对骑马耶夫的时候显得很弱。 面对穆斯里木这种地面不算太强的选手，还是可以防守的。在地面纠缠了差不多一分钟，穆斯里木没有占到任何便宜，只能自己主动起身，重新开启站立模式。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穆斯里木可能要输了。他在地面的争夺中不但没有占到便宜，还消耗了自己的体力。他起身的时候已经在喘了。回到站立模式之后，李景亮还是以防守为主，穆斯里木反而在积极进攻。 可能他也觉得到后面体力就是他的问题了，想趁还有体力的时候建立一些优势，但是李景亮都很好的防守了下来。第二回合一开始，穆斯里木还是积极的进攻，还是想趁有体力的时候建立起优势。开场二十秒，就给李景亮来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接腿摔。当时李景亮一个扫踢被接腿，穆斯里木接腿之后马上接后手拳攻击李景亮的头部。 但是没打实啊，于是穆斯里木立即前跨步，扫踢李景亮的支撑腿，李景亮失去重心，穆斯里木往前一送，李景亮摔倒在地。注意截图显示的时间，整个过程不到两秒钟。什么叫接化发？我觉得这才叫接化发。可惜啊，穆斯里木对自己的地面技术实在是没信心，没有让比赛进入地面。李景亮站起来之后，比赛重新回到了站立模式。随后的比赛还是穆斯里木进攻。 李景亮防守，李景亮的防守和距离都控制得非常好。穆斯里木的进攻看起来很犀利，但是并没有对李景亮造成太大的威胁。第二回合的比赛进行两分钟之后，穆斯里木体力开始下降，体现出来就是他的动作越来越慢，没有了一开始的迅速和犀利。这个时候轮到李景亮积极的进攻了。两分四十秒的时候，穆斯里木一个转身摆拳被李景亮抓住空当。 暴摔，放倒在地，可惜啊，位置不太好，让穆斯里木给逃脱了。这次逃脱也让穆斯里木消耗了他所剩不多的体力。随后的比赛中，穆斯里木越来越喘，时不时的还踢踢裤子，这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候去踢球的事儿。那时候二十来岁，体力还很好，每次去踢球人都很齐，那就注定有人要当替补了。但是替补也是想上场的，所以就在场上观察谁开始叉腰了。 一插腰，证明他的体力已经不好了，就在下面叫：“你都插腰了，还不下来，换我们上。”很多队友踢得高兴，又不想下；而体力不行，想插腰的时候，又怕下面的替补叫他下来，于是手刚放到腰的地方，一反应过来，就从插腰的动作马上变成了提裤子的动作，还要扭头过来跟替补说：“我就提提裤子，我还能跑，你们等会儿上。”这只是我们的故事，不代表穆斯里木也是想插腰啊。 但是穆斯里木体力下降，开始喘，动作变慢，是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的。防守的漏洞也越来越大。第二回合还有五十七秒结束的时候，李景亮一记重拳命中了穆斯里木的头部，虽然没有直接击倒他，但是他已经开始晃了，只能选择逃啊。此后的比赛就没有悬念了。李景亮一记重拳把穆斯里木击倒在地，李景亮随即扑过去补拳，穆斯里木再也无力反抗，裁判宣布比赛结束，李景亮。 TKO 获胜，这场比赛不算很漂亮，因为节奏不算很快。但是李景亮赢得很漂亮，他证明了在进攻技术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可以用战术的安排和体力的分配来很漂亮的赢下比赛。这就是职业体育啊，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，不是每天对着沙袋傻练就能知道这些东西的。这些东西要靠团队不断的去分析对手，才能制定合理的战术。其实穆斯里木的战术也没有问题。 他体力不如李景亮，但是站立的技术比李景亮好一点，所以想快速的建立优势。可惜李景亮的防守和抗击打能力都很强，穆斯里木的战术也就没有成功了。而从这场比赛的场面，双方的攻防都可以看出来，两个人都练过散打，这就是现代搏击啊！你平时练了什么，都会在比赛中体现出来。反观传武啊，平时套路打得风生水起。 上了擂台却只能胡囵王八拳，平时练的一点都用不出来。那你平时练的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其实这场比赛也能给传武大师们一点说头的，毕竟是两个散打流的选手在 UFC 的主赛上进行了比赛。按照现在有些传武大师喜欢请散打运动员过来当挡架弟子的习惯，完全可以扯中国散打就是中国传武的实战版本。 然后再恭喜一下李景亮，说他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什么之类的。这样说虽然牵强，但是套路也还行啊。毕竟李景亮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在 UFC 赢了比赛也是件好事儿嘛。但是有些人啊，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，比如雷公泰迪雷雷就跳出来大骂李景亮，说商业比赛谁给李景亮的权利去披国旗？被大家一顿臭骂之后，他又出了一篇长文，大概意思就是。 UFC 是白大拿的资本运作，一个资本运作的商业比赛，没资格用国旗啊！先不说 UFC，雷雷一个混峨眉传奇的，峨眉传奇的头牌韩飞龙，哪次打外国选手不披个国旗啊？雷雷不但没骂过韩飞龙，还主动去给韩飞龙当按摩师。所以雷雷到底是太极大师还是泰迪大师啊？给你吃的你就舔，不给你吃的你就叫。再说回 UFC 吧。 UFC 确实是商业比赛，但是现在全世界除了几个对体育搞举国体制的国家，剩下的什么比赛不是商业比赛？在这些商业比赛中，运动员获得成绩了，批不批自己国家的国旗是他自己选择的，从来就没有什么资格不资格的问题啊！中国女排的朱婷代表土耳其的俱乐部获得了女排欧冠，一样披着中国国旗去领奖。德罗巴代表切尔西拿了足球欧冠。 也披着科特迪瓦的国旗啊！就算是在中国也是一样啊。当年还是巴西人的阿洛伊西奥，现在是中国人焦洛国富啊，代表山东鲁能获得中国足协杯的时候，也是披着巴西国旗领奖的。这些商业比赛中，只有一种行为是没资格的，那就是强迫别人披不属于自己国家的国旗。就像德罗巴，他是科特迪瓦人，不能因为切尔西是英格兰的俱乐部，夺了欧冠之后。 就去强迫他批英格兰的旗啊，这不就成了耍流氓了吗？目前我看了这些体育比赛啊，好像还没见过哪个俱乐部这么耍过流氓过。希望今后也不会有这种流氓出现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看完我今天的看图说话。伪装成得道高僧的传武大师，好像又拖了一期啊，下期我一定做出来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就不会错过得道高僧啊，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有你们订阅真好，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。